看这里，哦，这是膨光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轮廓光。哦，你啊，是谁？走走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试下一个。哦，舞台灯光。OK， 哦，你啊，你看这里有谁？吃吃。自然光，吃吃，哎，我嘞，没有，那边没有吃的，看这里，走走，然后走走，好，算了，先来，哎，老板，我入境了，啊，去邮局，好，请说。其实它人像模式呢，还是针对人像为主，所以如果你拿这个人像模式呢，去拍在所谓的宠物身上的话，你有可能呢，它的那个侦测的标准呢，就会不会出现，因为毕竟还是以人像为主。